是那个手就是旧伤复发，那我不知道旧伤复发的英文怎么讲，先赶快查字典。我跟我们老师非常的可爱，他就是因为我的手有旧伤，所以他就帮我写了一封信给那个 clinic。加油！现在是拆包裹时间，谢谢妈妈。是贝多芬这学期要拿在波士顿要做的一些愿望清单，我完成了一件，还有三件还没完成。我是下礼拜要拉，老师叫我就是背谱，下周一又要上课，反正就是很多曲子要练。现在时间晚上8:30，上完那个弦乐研讨，然后回来练一下琴。然后今天的波士顿就是下雨天，不知道会下多久。拜。自动感应的啊，我就有在拉，然后灯还是会关掉，可我存在感有点低，练不完，明天继续练。要去上课了，每天都是那个爬楼梯的场景。人都不带伞的，他会带伞其实都是东方的。去，都可以去那个大学里面看诊，然后是不用付钱的。但如果你是在外面的那个医院的话，然后看诊费就是$25。我的邻居，然后呢，他刚刚跟我说了一串话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就说哈哈哈耶。Yeah.真的爆炸冷，这冷到指尖都是，就很像冻僵的感觉。我要回家了，太冷了，冬天怎么办？当你要上乐团课的时候，然后你发现路上都没有背乐器的人，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迟到了。但没有，现在4:45啊。
这一周呢，不知道是咋回事，这个左手又被纸割到，是很深的那种，垫完纸会热，下去 Studio Collapse 听人家拉琴，下一半换我拉，这样是要怎么拉？我看来就是不练琴就会好，但是不练就会拉得烂，但是呢我相信它会好，然后呢我不会背得起来。我一回家就发现怎么会有在滴水，因为这几天下雨，结果房子漏水，所以我只能把床先搬到边边。怎样？就是今天上台的几乎都是大学部的，然后是大三大四的学生，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有那种表演家的那种性格嘛，值得令人学习。